当女同事来我家洗澡时，什么情况？这谁在我家洗澡呢？谁呀？我。Miki， 你怎么跑我家来了？你洗澡呢？我家热水器坏了，来你家洗个澡。那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吓我一跳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可换密码了。哎，别，你帮我拿件衣服呗，我洗完了。你衣服放哪儿了？拿你的，我刚顺手把我衣服也洗了。你穿啥呀？随便。谁呀？你等会儿啊。16，你先等会儿。16，不是你穿成这样肯定说不行，你先躲在床上后面，快快。你干嘛呢？这么久不开门啊？我刚才没穿衣服，你进来吧。家里有人啊？啊，没人呢。没人？不是哪有人呢？你别搞笑了。不是你来干啥呀？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。啊？你要窗帘干嘛？哎，你别动，今天太阳大，多晒呀。今天是阴天。风大，我没关窗户。我家热水器坏了，在你家洗个澡。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。我洗澡，你干嘛呀？那你快点洗，我也想洗。七喜，你等会儿。谁呀？七喜，你赶紧进卧室先藏一下，你穿这样说不清。你干啥呢？家里有人呢？没人呢。不是，你咋来了呢？我家里热水器坏了，我来你家洗个澡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主管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家里有人啊？啊，没人呢。谁呀？啊？七喜在你家还穿浴巾？不是，主管，你别误会啊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啊，他家热水器坏了。啊？什么声音？卧室有人。啊，没人。我就猜你家里有人。16家热水器坏了，也是来洗澡的，你们信吗？我家热水器坏了。你看。窗帘后面果然有人。不是，哎哎这又是什么情况？Miki 家热水器坏了。确实坏了。